日要讲的大学前身是香港首间天主教专上院校明爱专上学院。在2024年呢，它正式升格成为香港第四间自资的大学，并且它正名为圣方济各大学。听落好似好神秘，是不是？我们现在即刻出去探个究竟啦。圣方济各大学有啲咩 U team 呢？我哋学校有篮球啦、足球啦、羽毛球啦，跟住有空手道嘅。我知嘅系空手道，因为前嗰排攞过奖嘅。羽毛球、剑击、篮球、足球，同埋嚟紧会有个龙舟。空手道、篮球、足球、羽毛球同埋空手道。今次嘅关键词系方大同学会。可能不是很多人認識聖方濟各大學，包括其實我自己認識都不是很深的，所以今天就特地請了幾位讀緊方大的同學過來講一下他們的 U Life 啦。不如你們介紹一下自己先。我是 Teresa， 我今年是 Year 4的，讀緊幼教。我是 Karen， 我科呢全名是社會科學榮譽學士，我現在就專修社工讀緊 Year 3的。咁我叫 Aria 啦，咁我而家都係讀緊社會科學榮譽學士嘅，咁我今年就讀緊一年級。喺方大裏面有啲咩學會嘅呢？方大入面其實我哋都有好多興趣嘅學會嘅，咁可能dance 啊，戲劇學會都會有嘅。咁另外我哋都會有好多運動嘅校隊咯，咁例如係足球啊、空手道啊都會有。空手道好勁喎，聽落去。我哋有個同學係空手道嘅港隊嚟。港隊啊？係啊，係啊，係啊。你哋自己有冇 join 啲咩學會啊？之前係學生會嘅，咁而家學生會落咗妝之後就做緊父青社咯，就上咗一個父青社妝。咁其實就係做一啲義工嘅活動，我哋係屬於大學性質啦。咁但係其實出面地區都會有好多地區性質嘅父青社嘅。咁我哋主要咧喺大學呢個父青社入邊咧，我哋都會舉辦唔同嘅義工活動啦。咁亦都會可能有時去做一下家訪啊，去派一下福袋啊，咁樣去到關懷翻我哋周邊嘅居民啦。咁另外我哋有時都會搞翻 Christmas party 啦，咁就去凝聚翻我哋自己圍內社員的關係咯。係咪多數都是讀社工的同學會 join 嘅咧？定係其實乜嘢科的同學都會有嘅？好多科的同學仔都會有，因為其實大家都很喜歡做義工，即係好多時候都會見其實報名的人都是嚟自不同的科目咯。五湖四海。係，真係五湖四海都有。我哋有個選修科嘅，咁我哋有個必修幾多個義工時數，咁所以就算唔係 join 學校嘅父青社嘅話，我哋都會喺校外自己去報一啲義工咯，係啊，比如賣旗啊嗰啲咁嘅樣。聽落你哋學校嘅風氣係好有愛心同埋好關懷其他人喎。有冇一啲特別嘅活動喺你哋學校裡面係有得 join 有得玩嘅咧？我讀社工嘅有啲同學仔佢哋可能。我哋平時放假其實都會出嚟跑步啊、行山咁樣。咁有一次就諗起，不如喺學校就激勵埋其他同學仔一齊，可能跑下步、打下波咁樣。咁就過程中其實都可能唔淨係社工嘅同學啦，都識到啲讀護理系嘅同學仔。我哋學校嘅老師啦，就係社會科學院嘅副院長朱 Sir 都有 join 埋我哋一齊去跑步。副院長係副院長，咁犀利嘅，所以係你同你啲同學自發嘅喎。係啊，嚇你哋自發都做到好犀利喎！嗰陣時諗住去做依樣嘢都係好簡單嘅，即係純粹可能想。大家一起做多啲運動，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讀書都辛苦嘅，但係做運動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幫我減壓嘅方法咁。啱啊！咁你有冇諗過將呢一件事再發大去，或者嚇可唔可以同學校申請一個行山學會？就主要是因為可能而家我讀緊 Year 3啦，即係都開始比較忙，其實反而就唔係抽到太多時間去可能run 呢一樣嘢咁樣。但是自己其實都是有興趣想做依樣嘢嘅。咁你會唔會諗住我其實可以同其他同學即係襟好或者傳承落去之後，即係啲師弟師妹叫佢哋，你哋之後一定要爭取搞到一個學會啊！都有，因為之前其實可能話我識咗啲讀 nursing 嘅同學咧，其實都有叫佢
即可能大家因為都會互相 follow 大家啦，咁其實都同你，因為佢哋係比較比我低年級少少嘅，咁其實都有講話，其實你哋都可以嘗試去即係搞下啲學會啊。既然你哋都咁中意做運動，咁如果我係讀你哋間學校咁樣，我可能都會 join 咯，因為一班人一齊做運動先有動力噶嘛，開心好多，開心好多，同埋一個人好悶噶。咁你哋一齊跑步嘅人數係大概有幾多個人？試過都有十幾個咁樣咯，係咯，即係我自己就相對平時如果自己跑就多數可能一個人或者同幾個 friend， 但就未試過咁多人一起跑。十個一起跑其實可以比賽噶咯，係。但不過大家其實可能跑開嘅 pacing 都唔同，咁大家其實主要又冇話要鬥快鬥成績咁樣，其實主要就即係想完成嗰件事咁樣。即係唔係一個競爭嘅事嚟嘅，你哋係會就翻大家嗰個速度嘅。咁你哋跑開邊度多啊？因為我哋學校喺調景嶺嗰邊，咁主要就會跑將軍澳海旁嗰邊。哦，其實都幾舒服啊！有冇諗過一齊 join 啊？你應該嗌我啊嘛。係咯，你可以嗌埋佢一齊玩。咁你自己咧有冇參加過啲咩活動？我知道學校有輕排啊，同埋有個劍擊。我自己比較想報劍擊嘅，但係。因為我自己要嗰段時間要實習啦，又要寫教案啦咁樣樣，所以都好忙，都冇時間去即係參與啊咁樣樣。空手道我自己就覺得係一個幾特別嘅項目啦，喺你哋學校，因為好似唔係好多學校有呢樣嘢，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又請特派專員出去感受一下空手道校隊究竟有啲咩體驗。大家看到我今天的這一身裝束就知道我要體驗什麼了，就是空手道了。聽聞說聖方濟各大學的校隊是很厲害的，所以我就邀請了這麼多位同學過來跟我切磋一下。我是讀 Physio 的學生，叫做 Katrina。 我是都是 Year 3 Physio 的學生，我是希瑜。我是 Year 2 Learning 的學生，我叫阿傑。好，你好啊！咁我想問你哋係咪每日都勁刻苦咁樣練習㗎？我哋多數一個禮拜會練兩日啦，咁逢星期二三我哋都會有校隊嘅訓練嘅。我哋之前有參加過一次館內嘅比賽，但係出面可能同其他學校嗰啲就未試過。我聽聞話希瑜係好勁嘅喎，你係香港代表隊嘅代表之一喎。係啊，而家都有keep 住係運動員身份出去代表香港比賽啦。都是參加呢個個人型的項目嘅。咁你可唔可以直接教我幾招，同你高手過招切磋一下呢？好啊，冇問題。好，咁今日教你基本行禮同埋三個基本動作啦。咁我哋首先咧行禮咧，我哋空手道咧會 V 字腳咗先嘅。V 字腳。係啦，跟住隻手擺喺側邊。側邊。我哋會鞠躬，一聲，一二三。Ush。好，我哋跟住咧三個基本動作，我哋都會係喺一個馬步啦，咁會係膊頭咁闊嘅。咁我哋第一個咧會做一個擋嘅動作，我哋叫牙膠擊，就擋頭嘅。一咧，我哋會十字咗先，二就轉手噶啦。咁我哋試下一個動作嚟啦，一、二，哦，係啦，一、二，係啦，冇錯。好，即係擋到就會一聲，我哋試下啦。好，一。二、三、我哋今次咧擋完頭部嘅攻擊，我哋擋下段嘅攻擊啦，即係人哋踢腳埋咧，我哋都可以擋到嘅。依個叫雞蛋巴拿。咁我哋第一步咧，會將咧右手放喺左邊膊頭，跟住好似垂滑梯咁，沿住左手彈出去。一、二、三、咁我哋會踢腳嘅，就係將只膝頭哥提高，頭哥提高，係啦，跟住踢出嚟。踢出嚟，好，你擺翻低，一左腳先，系啦，二，三，好啦，咁我哋今日學咗三個基本動作咯喎，系啦，我哋就行過嚟啦，好，呢個我最叻 ，OK， 一二三，嘿，好，好嚟，我 ready 噶啦，嚟，一，二，三，嚟。我實在太受到衝擊了，我想我們的對打就不如下次先了。
冇問題，期待你下次嚟。太勁啦！我都係翻去練下，練好啲基本功先。方大嘅同學仔有啲咩特質呢？我覺得係會比較 close 嘅。咁因為我而家讀緊培育系啦，咁佢哋我哋嘅課程嘅話都係朝夕相對嘅，咁變相個話題性或者可能傾偈咧都會比較多關於學習上嘅。因為呢間學校又比較細啦，但係啲同學周圍行下，其實都會差唔多都識到好多 friend 嘅，同埋 friend 打 friend 打 friend 都會識到更加多唔同嘅咁嘅 friend 咁樣。我之前做 student helper 嘅時候咧，就認識咗啲唔同學系嘅同學仔，我都發現佢哋好 helpful 嘅。可能我哋大家就會 helpful 啲，互相幫下大家啦。咁可能喺功課啊，或者出實習咁樣疑難都可以問下大家嘅。我覺得我哋係好堅持啦，我哋都好會花時間喺我哋學習上面啦。大家個關係會比較熟絡啦，因為我哋個班都可能少人啲，即係比起其他大學嗰啲，可能一級有成幾百人，我哋就可能一百人以內，咁就會大家會個關係 close 咯，即係大家都知道大家咁。大家都比較專注喺學業啦。今次的關鍵詞是細校有 U Life。 幾位同學，其實你們的學校就比較年輕啦，也都不是說特別超大規模啦，那你們覺得在裡面方大的人呢有什麼共通點呢？我自己就覺得我們這裡的學生都是比較關心社會啦，我就記得我們即係之前同社工嘅同學同埋 professor 咧，就去咗一個 field visit 啦。咁唔知大家有冇聽過社會房屋依樣嘢啦？咁其實社會房屋就係即係公共屋邨。佢係一個而家政府想解決劏房問題嘅，即係 run 緊嘅企類似嚇類似咁嘅嘢啦。咁其實佢喺度一個計劃去即係幫助而家啲劏房户去舒緩翻佢哋住屋上面嘅問題嚟嘅。咁我哋嗰次就去咗聖雅各福群會入面營運緊嘅一個社會房屋，就叫做雅園啦，就喺紅磡學園街嗰邊嘅。咁嗰次我哋就成班人就去咗參觀。咁其實去到嘅時候，我哋就即係我哋啲同學仔都好積極啦，會問問題啊。咁其實都會知道跟開依個 project 嘅社工，其實佢哋平時嘅工作日常係點樣嘅。咁嗰次仲記得仲同住喺入面嘅街坊咧一齊飲茶。冇飲茶，不過就喺嗰度咧有塊園地。咁我哋就一起種植咁樣，即係教我哋點樣種嘢。咁同埋我哋啲同學都好想知道究竟佢哋依家住緊嘅環境同佢哋以前有咩唔同啦。咁咧有啲街坊都好好嘅，佢哋會即係打開佢屋企道門啦，即係俾我哋入去參觀佢哋嘅單位。點嘅？就其實幾靚咯，同埋佢哋都講佢哋生活上都有好大嘅改善，因為其實嗰度嘅社工係會。除了因為住屋需要，咁其實依個計劃就幫到佢哋啦。咁其實佢哋都可能仲有其他需要嘅，咁其實社工都會跟進。其實我哋整體上我都覺得係好 friendly， 即係大家真係亦師亦友嘅關係。我哋同啲教授咁好多時候我哋放學係真係會揾埋啲教授一齊食飯咁樣。咁佢哋通常都好樂意一齊同我哋一齊食咁樣啦。咁有時咧。我哋都可能喺啲學術上面唔明嘅話，咁我哋去佢哋嘅辦公室都可以係隨便問到，即係佢哋都唔會太過介意，都會抽時間去答翻我哋問題啦。即係聽落都唔係話好大、好有距離嗰一種。其實唔會㗎，其實我哋社工或者係其他，即係我哋學系就相對地咧，大家都會 friendly 啲。我哋係直頭 friend 到係可以去嗰個教授屋企 BBQ 咯。全班一起去到佢 BBQ。咁你哋喺 campus 裏面咧，多數喺邊啲地方嗰度 hea 下啊？我會去三樓嗰個校務室嗰度，即係裝神父個 area， 即係任何人都入得去嘅。裏面有 board game 啦，同埋有桌球啦。咁你可以喺嗰度拗人吹水啊！拗水槍！我入去得唔得 ？Welcome 啊！可以嚟啊！下次就見你在校務室啦，就咁話。咁我就會喺 Career Centre 門口嗰度咧，就有一個common area 嘅。咁嗰度都有啲 sofa 啊台，咁通常我都喺嗰度
做一啲嘅小組功課或者彎集啦。咁另外我哋隔離都有個桌球放喺度嘅，咁都見好多。桌球係啊，同學就會兩邊喺度就會喺度玩咯，就會睇住佢哋。咁你又接邊度啊？如果自己接嘅話，就會接拉把咯。但係如果成班 friend 就通常會去六樓或者二樓嘅 common area 去傾 project。咁因為我自己覺得可能當面傾咧，大家會有效率啲，係有效率啲啦，具體啲啦啲嘢。嗯，咁二樓同六樓有咩特別㗎？其實就係一個有 sofa 嘅地方，多 sofa 係咯，即係舒服啲咯會。除了呢樣嘢之外，會唔會同呢班同學仔可能出去一起食下飯啊咁樣噶？其實都會嘅，咁主要是即係覺得可能有陣時讀書方面，即係可能讀社工醫科，其實都我自己覺得是相對都幾挑，即係對我哋嚟講都好有挑戰性啦。咁有陣時都會想休息一下，咁都會定期約大家食下飯，即係傾下近況咁樣咯。即係因為有陣時喺學校又唔係真係好方便傾到嘅，因為都始終個課室比較多人，有陣時可能大家放學又趕住去第二度咁樣。咁如果當我咁計啦，我就唔熟悉你哋嘅學校啦。咁我如果想去你哋學校一日遊，你會推介我去啲咩地方？hea 或者參觀一下，你夏木森啦，你夏木森，OK， 揾你揾你一齊玩波 game， 係啊 ，OK， 然之後喺三樓仲可以食翻個 canteen， 雖然啲嘢麻麻地，唔緊要嘅，可以飽肚嘅，但係可能成間學校走曬咁樣，即係因為比較細咧，其實你好快行完噶啦，有個天台喎，其實嗰個位置都幾開揚，八樓有個天台，我好似未去過嗰、那個就，其實同普通嗰啲私人屋苑都係差唔多，都係種下綠植啊，有少少凳坐咁樣，即係行到上去感覺都舒服嘅，係啊，應該講話有段時間佢係閂埋咗啦，咁係最近開翻嘅，咁我就會係啦，見佢一開翻就即刻衝上去啦，咁遊蕩下，珍惜啲機會。嗯幾開心啊！如果同一班朋友仔、同學仔，或者可能會認識到不同科目的朋友啦。好，既然你哋介紹咗咁多嘢俾我咧，我哋呢個節目又係時候要派個特派專員過去方大嗰度睇下佢哋嘅 U Life 係點樣噶啦。話曬聖方濟各大學都咁新，相信大家都好好奇佢哋嘅 U Life 係點樣。咁我今日就約咗幾個同學仔去感受下佢哋嘅 U Life， 即刻跟我嚟啦！嚟到聖方濟各大學，身邊有幾位美女同我分享下佢哋嘅 U Life。介紹下自己先啦。我是 Year Two 的 Sharma， 我是配合系的 Year Two 延希。我是 ECE Year Two 的 Eva， 我是 ECE Year Four 的曹雨珊。唔准谂，即刻答！你哋最中意学校嘅边个地方？康庄花园、校博室、Library、Common Area。我 feel 到你好中意 Common Area 喎。系承载好多嘅回忆。快啲完啦！学校好多嘅活动都会喺呢度搞。听闻你喺度表演過嘅喎，哦係，我喺度表演過，參加一個 dance 喺 info day 搞嘅活動，咁就參加咗個 showcase 咁樣咯。好多同學仔都好關注，究竟細校有冇 U Life 噶嘛？咁你哋嘅 U Life 係點啊？我覺得嘅係學校雖然細啦，但係同 school life 係冇乜太大嘅關係嘅。咁其實係睇下自己學生嘅話有冇想唔想參與學校嘅活動啦。即係例如我而家配合係啦，就會有喺健康關注站咧。就做一個義工嘅，咁佢就會係幫啲有需要嘅人士，例如長者嗰啲做 health check， 咁就會同翻我自己讀翻嗰科咧係有少少牽連性啦，就將學到嘅嘢學以致用嘅，咁就係都比較有意義性同埋有依個體驗。好，我哋有啲唔同嘅 study tour 啦，咁就有去一帶一路嘅地方啦，咁嗰啲交流團咧都係呢個院校值得計劃為我哋安排嘅，咁佢英文叫 Camp Life。咁就有去廣州啦，有去準備去嘅北京啊、蒙古啦，跟住準備有同學都會去韓國咁樣嘅。咁我哋係去咗廣州嘅
兩間幼稚園啦。咁第一間係去民辦嘅，咁佢有一個幾特別嘅地方，就係佢拜係環境係作為小朋友嘅第三個老師啦。咁咧有啲家長係可能會擺啲棄置嘅物件係俾間學校嘅，咁比如話電飯煲啦，咁佢擺咗喺課室嗰度啦，咁小朋友見到個電飯煲，可能就會好好奇呢個係啲咩嚟㗎啦。咁都有啲小朋友會分享話，原來我喺屋企都會見過爸爸媽媽會用個電飯煲嚟煮飯嘅喎，咁就會講翻呢個電飯煲嘅功能俾其他小朋友聽，可以互相去學習，都可以做到 scaffolding 呢樣嘢啦。咁呢個就係環境嘅作為小朋友嘅第三方老師其中一個功能啦，係啦。親愛嘅 dancing machine， 可唔可以過幾招俾我？可以啊，我哋去一個陽光充滿啲嘅地方做呢件事啊！好啊。最後問一下大家啦，你哋希望學校增加嘅嘢或者設施，你哋希望係咩呢？我覺得最重要係開24小時間學校，成間學校24小時，或者成間學校都圖書館咯，係啊，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好想温書温耐啲，但係一到10點鐘，我哋就會十分之準時地叫你走啦。哦，係啊，咁就好多時候可能都。温唔切書啦，係啊，同埋可能都唔夠時間傾，咁希望就可以開24嘅話，咁就可以大家都多啲時間去到傾功課啦、温習咁樣咯。我自己就因為中意打波啦，但係即係我知道學校其實二樓係有個 sports centre 嘅，但係可能因為課室唔係幾夠用嘅關係咧，佢就會攞咗嚟上堂用嘅。咁我就希望學校可以開放俾學生去做運動咯，嗰個地方。哦、oh, okay. ，因為平時出面 book 場都有啲難 book。我希望即係圖書館可以開24啊， 因為點解係我成日都係落堂之後基本上都走咗啦，因為圖書館係開到好早就已經係閂啦，所以我就冇時間喺嗰度留咁耐咯，係啊，係啊，冇錯。咁我真係訴求三同訴求一一樣，都係要拉把開24，但係開咗24，你哋係咪真係會？成日都喺圖書館温書先，多個選擇啦。所以就冇搞。但係我嗰班有啲同學話，如果真係開24，佢哋會帶埋個睡袋翻嚟咯。咁積極啊！係啊！我而家今日咧就見到方大嘅同學咧，除咗好關心社會啦、有愛心之外啦，仲係非常之積極地翻學嘅。所以多謝你哋。今集嘅大學關鍵詞就去到呢度啦。下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再見，拜拜。记得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channel，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节目将会定时上架，揿埋个铃铃，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